现在开始咯。喜来人生路，喜我斗阵行。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欢迎在下昼长的时间准时甲张磊斗阵来看戏。今日要为大家播送的又原是顾静瑶甲林湘君。顶一回故事咱看到哦，这个湘君唔知道被什么人抓去，大家四处探听，皆无找到伊的下落。后来啊，抓湘君的人主动上来抓掉，原来是阿大之前看上了男扮女装的顾静瑶，所以就想要抓这个湘君来要挟静姑出现。在阿湘君的下落以后，顾静瑶唔够危险，无第二句话，就乔装打扮前往。更加大家商量好啊，来利用外合家己的沿途啊来做这个记号。但是无想到的是，阴险的吴有礼为了得到顾家的财产，伊挑故意把这个记号啊藏起来。就安尼，顾清瑶一直等袂得大家救援，那为了保命，伊只好暂时答应我家这个阿大来加成亲。想要趁无闲的时阵，何湘君甲回忆赶紧逃走。另外这边李老板知道这件事情以后，也想要趁这个机会来害死顾静瑶，所以就派人放出这个风声，讲顾静瑶是男扮女装。这个阿大知道以后，气啊要来杀这个顾静瑶，好在在秋风及时出现阻止阿大。李秋风阁讲啊，这个飞燕在逃命的路顶，落了山崖半死落，山落来被抓的湘君甲顾静瑶，因两人的命运又会如何？好戏继续为您来播送。做工啊，湘君因敢会有啥物代志？阿兄，表姐，我倒来啦。小弟，湘公，湘公，出来是发生了啥物代志？小弟，你这个徒弟算我无白收，也知人来接师傅。你呀、啊、你，真是胆大包天，也敢甲王波头钱，哼！
伊若是甲阮幺伯害害死，我着拼命甲伊做电视。对了，啊，阮幺伯甲上官，敢也无消息？哎呀，连迄个飞燕嘛毋知对倒去。哈，真是破厝顶去拄着好闺蜜。小弟啊，小弟，啊，你是高中乌啊，也是憨子，哪会也毋赶紧转来斗处理？阿姊，小弟，阿姊足想你诶。小弟啊，你总算回来了。阿姊，代志上好拢已经甲我讲啊，你放心，我会想办法叫人回来。董少爷是不是已经高中了？嘿啊，着搁问，阮小弟，阮倒是状元仔。你是金科状元？安怎惊？王伯侯，请留步。状元爷。林家对官爷的波头恶打辱骂，按照轮法将伊收监，应该无啥物问题吧？王波头有所误会，小平并非来替家姐脱罪，是想要请问一下，顾正爷林上官爷，王波头敢有啥物计划甲对策？此案人命关天，宿在下无可奉告。故事，王家。所获，无应该向波头说事，因为你也袂当做主。听讲如今伫官衙，大将军是官行大人，小平马上就去拜会。什么？你名落孙山？这本哪有可能？一切皆是造化。那呢？你冒充状元去见官行，岂不是惹祸上身？上官形势不明。偏偏迄王波头威人罕见，唔肯透露案情，我只有出处下策。好佳哉，官神唔愿得罪我，同意给我过问案件。但是真正本单真紧就交到旧官，所以阁无时间，必须当机立断。你敢有想过，就算将人救活，你也同款会合作？只要会当救上官，其他的我顾袂上遐尼多。你状元爷。王波头，今嘛是毋是会影响我透露？案件是调查到倒一步？郭少爷为了匪盗的画像，我已经派人暗中查访。查访继续，而且爱大点机构。安尼敢袂打草惊蛇？有人想要借一摆事故，将郭金瑶逼上死路，所以就算官府无大点机构，幕后的人。也会设法让伊身份暴露。我明白了，官府抓人的动静愈大，林上官甲顾景瑶变成人质的作用就愈大，反而会用来保全伊的性命。有够咱三个人的图像，够
四块调查。是啊，一定是郭振尧来耍你这种话。想袂到伊阁会留这手，想要置咱于死地。你不但着阿大骗半死，又害咱个官府同志归水归死。停。我回来正要是我忍不了心话你
咱会当好好活落去，设法离开这个所在，带你回家安心。无伤着要害，那安尼讲，情况也袂歹。大夫讲，要着搁观察一阵啊，才会知。我嘛毋知，伊是啥物时阵才会醒啊。表小姐，哟，怎好啊？哎哟，你照顾飞燕遐尔辛苦，这予我来代劳。安尼要哪会好意思嘞？免客气，免客气啦。阮阿金的药啊，全好嘞。
伊今仔日敢有较好一点嘛？有灵的药啊，要治你怎？我再看好啊未？好。这个药温拄拄啊好，安尼我着帮你我家吃。药啊拍唔着伊啊，药啊拍唔着伊啊。这碗是夫人的，你二姑娘要治你怎？歹势，是我烹无好势，算你好运，也未到死期。爹爹，你是要叫我哪吃？飞燕已经死啊，你还有心情通吃？啊，伊死就已经死啊，咱还着活落去啊。敢讲飞燕会死，你着无责任。啊，你的意思唔就是讲？爱我，袂死咯！好嘛，要要死，咱大家就斗阵来去死！啊！啊！金瑶，啊！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
死，无死，无死，对啊，阿伟兄弟，才够大功嘞，有功跟超超。好无？好。秋风，你应该知影，我是为着什么才要来找你。我，飞燕，阿大伊毋是歹人，只是叫你去报案，想要让你回去，想知影你会泄露陷害，我拢以为你已经死啊。既然伊毋是歹人，就更加应该爱帮人啊，才袂一错再错，无法度挽回啊。袂用的，我若讲出来，寡妇袂放人线，我袂用的讲，袂用的讲。阿姊，你爱叫恁先生甲静哥哥对我哩才好。董大人，你是不是会当保证，咱接一摆，只干那救人，无必要啦。上君，上君，上君，静瑶，你无代志啊？上君，你为我取药，我一丝不苟，只好用这种上公的办法了。断命的毒狗，我。
好被称为死亡谷。是人生，处处充满诱惑陷阱，但也处处留存希望生机。我的命是你救的，从今以后，我的人、我的心、我的命，拢是你的。哦，原来以前你的人、你的命、你的心，拢无伫我遮。找这么久，也是找不出路。敢讲这个悠悠谷，就是咱最后的归宿。我顾静瑶，永遵处幽，万事不烦。今生最大的遗憾，就是免死后娘亲，也袂当家里穷劫白头。就算明日丢命送此地，我嘛愿意。跟你做一日的夫妻，一日一世，终死也不悔。
静瑶，你看遐。就好，想袂到你去救林小姐，结果伊也救了你。阿娘啊，即马免叫林小姐，敢讲要假说？好好好，我真欢喜，我真欢喜。阿兄，恭喜你！静怡，你甲迄个董大人即马进展了什么情形？董大林是啊，金科的状元爷啊，金科状元静怡啊，孝平高中遐尼啊欢喜的代志，你竟然无甲阿娘提起，哪会安尼？阿兄，孝平兄即摆伫倒位？应该伫林港。上好，你紧去准备家宴，今日咱要好好庆祝一番。对了，上君，你紧派人去请飞燕，你该义结金兰，算起来嘛是咱林家的查某囝。王波头，林家的公公已经来到官衙，唔知影董公主有啥物解释？无啥物解释，我把你等官衙，好地主。波头，孝平是状元，有速度快，恁为什么将伊当作是犯人？伊的状元是冒充的，这边哪有可能？一定吼是你这个恶波头公报私仇，你伊无冤枉我，只是无想到来得这么紧，连家宴都无付钱。先生，对不住，学生让你失望了。平安你
明为什么也冒充状元？敢讲是为了救我？小兵兄，你能看到小兵兄无？静怡，你安怎会来？想讲小兵呢？伊人呢？哎呦，红馆的人带走了。静怡，你唔通去，你先回去，阿兄会想办法。静怡，我送你回去啦。先回去。见过岳父岳母。什么？恁叫我什么？阿爹、阿娘、女儿甲静瑶已经私定终身，请恁成全。乱来！恁真是乱来！上军的代志先放一边，要是先想办法救小平要紧。恁放心，我会想办法。小平兄，你也知影我会担心，会阻止你去做戆代志。那安尼，你是不是已经知影我？小平，又变成假状元，真杀人之间，一定有甚物不可告人的关联。我点大时间，我一定找出破绽。金鸡甲五幺二两人哦，真正是有够阴险。为了钱财，竟然想要来害死家己的表小弟。那三个两人又会想出什么款的一个计谋？郭靖瑶是不是有放顺利的平安的道具？明仔日上一个时间，观众朋友记得准时来锁定我们卫视，关注到底来看戏。精彩的郭靖瑶加林雄君继续为您送来。好了，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咱明仔日再会。